天的目的是做第九个记号，第十个和十一个。下个礼拜、下个月是我们这个回美国以前前一个一天，是不是？十三号，可能我们下个月需要做第二个，第二周、第三周换，因为是我们的盼望下个月可以讲完这爱德华兹的这本书。好，我们这里所谈的是圣灵的重生得救，在一个人上的身上有什么样的记号？要注意，不是谈我们怎么能必须如何才能够得救，因为是得救是他瞧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会问，神的灵是工作在我的身上，直到我是信，直到我是重生得救，会有什么样的样子的？和爱德华兹给这本书十二个事情不算记号，圣经没有提到。以后在第三部分的这本书，他给十二个事是圣经看重。今天我们到第九、第十和第十一。第九个的记号，好不好？你们有他的本来的书，可不可以读？他说什么？第九个记号来。属灵情感使人心柔软，进而使基督徒有柔软的心灵。柔软的心灵，我们可以说，每一种的感情，每一种的心态，可以说，每一种的感情也影响你的心。基督教都有，圣经都有。我们可以看一个经文，爱德华兹没有提，但是我来提，是 Ecclesiastes， 中文是什么？这个的 Solomon 的传道书第三章一到第八节。我们看传道书第三章一到第八节，我们反倒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请。这里都说每一种的事情都要他的时间，合适的时间。一个人应该在一些时刻是有爱，感觉到爱心，有一些别的时刻有怜悯 的领受，有一些别的时刻有愤怒 的时刻。我每一个的感情都是从神而来的，有他的时刻，有没有害怕的时刻？有一些时刻我们应该害怕听到关于危险的事，特别属灵的危险的事有害怕，有应该有爱的时刻，有应该充满了爱的时刻，有没有渴慕的时刻？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很渴慕。有没有流泪的时刻，痛悔的时刻？有没有一些的可以说是这个的难过的时刻？有，圣经特别看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
做败坏的事，看到别人做败坏的事，我们看像我们的过去所做 的事，有应该有一种的。有没有要罪恶感的时刻？有。有没有一个时刻应该生气，看到人做败坏的事，应该自然的想糟糕的。圣经连说恨也有他的时刻，有的时候要怜悯动了肝的动，怎么说？感动动了私心，圣经这样子讲的，虽然你们华人没有常常说，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好的人会动了自心，看到一个可怜的一件事。有没有喜乐的时刻？有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喜乐，升到永恒的祝福的。有没有一些的时刻，这个比较谈我们的靠近行为，我们应该感觉我们虽然这个人不好，我有尊敬他，因为他是国王。比如说大卫看扫罗，就是看一个国王好不好，你应该觉得尊敬，对不对？我们有没有一些的时刻要很勇敢的？有一些的情况底下有人有需要，你就是应该勇敢的。我可以继续做下去，连灰心，有没有一些时刻我们应该灰心？这个有点的值得思考，但就至少人的有一个柔软的心，他在看一些情况底下会有一些灰心，后来可以说靠神的，有刚强的。有没有一些应该担心的时刻？也许类似的，我们的这个的，上个礼拜，一个姊妹生了一个孩子以后，有医生说他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的孙子，医生说他可能有问题，但有海脑。头脑可能有一些问题，是不是应该有一些的自己的教会的人有点为他担心？有，虽然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自然的会有一个柔软的心，会如此做。我们可以说什么都有，有没有时刻应该流泪？实在的流泪，有，这个是身体发抖，也是的。Well, 我为什么这样子让你想了一个？基督徒很多的心在不同的情况底下应该有不同的心态。一个柔软的心的意思就是在应该有的感动，就是有的感动。神灵的工作就是在这样子在人的身上，让我们应该快乐就快乐起来，应该难过就难过起来，应该痛心一个人，我们就发觉我真的很痛心他，应该 为我们自己 的流泪 做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就是会有流泪。这里是神的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爱德华兹说，假的信仰可以说是你是认为你是重生得救，认为你变一个基督徒，可是你的信仰有问题在里面的，可能没有什么根，没有基，可能是刚刚信的时候会大的被感动，但是过了一会儿没有什么感动，甚至可能是有你一个人信了越久，他的感动比他本来有的还没有信的时候更小的。本来会同心人，同怎么说？同心人，同情人，同情人，但是信了以后就不同心。本来要为自己的做坏事有点怪自己，但是过了一会儿就没有的。你可以说，或是变在需要很大的一个聚会，我们说特会，你才能够是有感动，因为你发现我是
根本没有什么的应该有的感情，连敬畏神、尊敬应该尊敬的人，你会变越来越心里变硬，不是变柔软的。他这样子是一部分的他的观察，看到他的那个时代的复兴，有的人是本来是没有什么感情，开始复兴的时候常常感动，但是一两年以后这个复兴是伤害他们的，他们变有点烧光了的这种的感觉，因为是常常感动但是没有这个根基，最后是不能够继续做下去的。这样子的他所到一个地步是有一些的人是信可以做教会的带领的人，但是对犯罪做坏的事心里 越来越没有什么的邪恶感，没有什么为自己流泪，没有什么的应该有的。他到一个地步说信主就是让你越来越坏了，越来越心里越硬。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一个没有神的灵的人的心会变成硬，但是有神的灵的人会变成有这个的柔软的心。所以圣经常常说我们变成一个小孩子，他认为小孩子，他爱这个比喻，小孩子就是有柔软的心，他们应该害怕就是害怕等一等，应该是有流泪他就可以流泪。这里的作为一个在最后第九个记号后面的，他做另外的很有文笔是十分好的。他说每一个基督徒的情感都是一种的柔软的，你的喜乐也很柔软的喜乐，盼望很柔软的盼望，害怕很柔软 的害怕。你虽然有一个非常深厚的确据关于你的灵魂，还是听神的警告会很要避免这个的，虽然只有确据关于神的赦免，犯罪还是十分难过，有那个的不怕这个的世界 的伤害，但是很怕这个的邪恶可以给我们 的伤害。有一个非常最后一句话， He has the firmest comfort but the softest heart, richer than others but poorest of all in spirit, the tallest and strongest of saints but the least and tenderest child among them. 有没有找到最后一句话？请你读中文好不好？你可以跟燕华说他翻译的好不好，英文很好听，来可以读最后一句话就个他比众人都富有，灵里却最贫穷，他是最高大最刚强的圣徒，却是其中最小最柔软的孩子。 OK， 你就最后的部分这可以这样子翻译。这个是第九个记号，我们会看爱的娃子一直忘了这个的有好的表现，好的第十二个记号，好的行为。他就是说好的行为从哪里来的，一个是从一个柔软的心 而出来的。以后第十个记号我们请一个人读一起读第十个记号的，他怎么形容，请他说是一个人有神的灵，从得救的情感是和谐，他有没有这样子讲？是一种的平等，是一种的跟前面有的应该柔软的时候就是柔软，所以有应该有什么情感就是有什么情感，他有一个一套的。
那他很快跟我们说，没有任何基督徒是缺少缺点，和有的基督徒在一个范围他的比较弱，在另外的范围几乎都是他的，我们有我们比较弱比较强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是完全 和解和谐和谐 a beautiful harmony。 可是他说不信的人来教会做很热心的慢慢的会发现他们的情感，我们不是判断别人，我们在判断我们自己，对不对？可是有一个没有重生的救的人，特别有做这个很热心的骄傲的人，他的情感会像一个怪物，他就是这样子说 a very like a monster， very 很奇奇怪怪的。有的地方他们表现像这个最伟大的圣徒，但是别的地方是完全像鬼的样子，或像世人，或世人更有卡的地方。你看他们的样子会像要提醒他们。他说神的灵就是改变每一个部分的我们的心，让我们像耶稣基督。一个地方像耶稣基督是情感有一种的和谐。以后为了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意思，而且查我们自己的心，他给十七个地方都有人是在这十七个地方会表现的有点情感奇奇怪怪的。他有点是在我们的提醒我们的基督徒，神的灵的工作是给什么样的，让我们变什么样子的，肉体会让我们变另外的一个样子。我就是很快谈了， 你们会知道是一个事实。有的人有很大的一个确据，但是没有任何的敬畏神的面前。你怀疑我是个基督徒，我想你是一个疯子，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敬畏真神的。有的人是常常充满了喜乐，很有喜乐，可是从来没有流泪，没有这个的难过，充满了喜乐，但是他为他们自己的堕落或别人的堕落没有流什么罪。很多的事情人的爱是不平等的。有的人会说很爱耶稣基督，甚至这个时候在复兴的时候他们会夸口，我多么的爱主，哦，多么的很深厚 的爱耶稣基督为我死了。可是对人你感觉没有什么爱心，没有什么爱心，甚至是爱吵架。 他可以下来下面跟太太讲很难听的话。可不可以有一些人这样子做一个伟大的见证，一下来你觉得是不同的一个人物。有的人是相反的，他们很关心人，爱人，就是关心他们属灵的情况，他们的好处，但是感觉对神没有什么任何的感动。也有的人会爱跟他们有关系的人。我们说在一个教，他谈的当时教会已经有不同的党里面的爱默默的党很恨另外的党，有对自己 的党里面的人可以牺牲你的一切的，但是对一些的跟你不同的人，你就是很连在教会里面是缺少。但是神父是让他的太阳是光照每一个人的。有的人是为他们的邻居流泪，他们邻居是特别有没有得救非常难过，可是对他们自己的家人，他家人感觉到他这个爸爸没有关心我。我们以前在一个教会，我不谈什么教会，有点已经被训练这样子，你就是要
关心 每一个人的灵魂，但他们 JP 的人的家人常常在我们那边抱怨，哎呀，你他那么爱灵魂，但是你不要跟他住在一起的。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是特别关心某某的另外的人，他有这个经验，哦，这个人还没有得救，我都是一次流泪迫切的祷告，但是别的人没有得救，他无所谓。那爱德华兹说，有的时候上帝会给我们一个负担，对某某的一个人，但是不会变成这种的怪物。常常人在骗自己，要表现我是很了不起，我比你们好，我是很伟大的一个圣徒，而他们可以肯定他们的心是透过我那么爱这个人。爱的话就说，恐怕可能都是假的。那个的说，有人会关心别人的灵魂，但是他们世界有需要的时候都不想帮忙。我很关心他得救了，可是他有没有饭吃是对我无所谓的一个事情的。他讲一句话是，啊，这个也许很方便，因为这样子不需要付钱。That's very convenient. It doesn't cost you anything. 对不对？你就表现你那么关心他们的灵魂。Well, 他后面都会有一些这种的话语。有的人是别的人有一个不好的一个行为，我为他很难过，我很难过，他需要悔改。可是对自己有一样糟糕的，没有什么很难过。他也会说，这种的 zeal， 你的热心会 up and down。那个的一个假冒伪善的人爱宣布他是愿意为主死的，可以顺道什么，他就是很热心的是如此做，但是他是不太肯做什么。教会有人做默默的一个工作，对不起，我很忙。你这么热心，怎么会那么的忙？请他们奉献钱，这是别的，这是别的人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他讲的是很都有点好笑，他的比较，人可不可以夸口说他是完全依靠上帝？我是完全依靠上帝，但是你发现他生命里面每一个问题，他非常紧张。有没有这种的事？他在口上都是宣布他在，恐怕是你不知道什么是信靠上帝。若小的事情会让你很紧张，至少要承认，就是没承认也难过，我就是很难依靠神，这个好的一个事。有的人他们的科目是对一些为一些事情很科目，另外事情都不科目。科目可以变传道，不是科目，他可以在有更好的属灵的灵修的生活。有的人是很，我大十二，只有十七个，所以你快结束了。有的人是很默默的一个吹，但是许多的别的吹无所谓。他看到人是，这个是提醒一些实在的美国的骄傲为善的人，就是爱控告别的人骄傲为善。他看到人穿的衣服是有点水准，自己知道是品牌的，自己想这个太太爱漂亮，心里很热心，要说基督徒不应该爱漂亮，可是自己可以做更糟糕。因为圣经没有说不可爱漂亮，没有说一个有钱的人不可以买好的衣服，但是自己可以在别的人的后面都批评他们的，没有任何的感觉是这个圣经说不应该的做的，对不对？这个是你们的，你的。他也是
说关于时间和地点，我谈最后三个，有人比较不平等的。时间是今天的日新，明天的冷淡，或是一个危险的，是有复兴的时候，特会的时候，你就是很 high， 但是过了这个特会的时刻，你就很低。他都谈了，当然特会和教会在复兴，我们都会受影响，得了好处。不是说没有什么影响，他谈的就是变很怪。这个人过了，再过了一年，很冷淡，再有一个特会，他就是很高，再很高很低。时间会因他的不同，和他最后是最看重的是关于地点，特别是在教会，在一批的人聚会，我们会有一些的感动、渴慕，有要很热心流泪，但是在家里都没有，因为圣经里面宗教是在我们的心里，很我们的目标是来被神的灵感动和听神的话语，使我们去到世界活着的时候，我们会有荣耀神的名字，有这个的影响我们，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我们会有这个追求的心。所以他提醒我们的，因为一个事实，你在教会很容易表现成一个好的基督徒，被感动，大家都感动，感动就是这样子，常常是流，他不再否认这个别人感动就是感动你。你去一个最次礼拜最让你流泪是什么？你说如果你去最次礼拜，可能你不是特别认的那个过世的人，所以为他过世你会有他的难过，但是可能不流泪，知道你什么时刻看他的家属流泪，对不对？你自己不得不流泪，这是一个事实，他不再否认这里的，但是不是一个这种的差别大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地点。我们在家里没有什么信仰，但是在教会有好的一个信仰，这是他所谈的一个比较黑暗的一个记号。他在做什么？他慢慢的到第十二个记号，往第十二个记号去。第十二个记号是说我们的行为在每一方面的会有表现我们是信，虽然每一方面的都有缺点，每一方面的也有一些的进步。他在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柔软的心也影响整个我们的生命，因为这个的我们的宗教是有一种的和谐，所以我们的行为也是会有一种的和谐在这个的世界。第十一个记号，他说，他们一起来念第十一个记号，请。我们的情感有一种的渴慕，越有爱心越知道不完美，渴慕更多的爱心，越是恨我们自己的罪，越想我应该更恨他，渴慕 越难过，应该渴慕越难过。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坚持在神的面前认得他的缺点，就是会每一个地每一个范围都有他的渴慕，我渴慕我可以多爱主，我渴慕我可以多依靠他，我渴慕我可以多爱人，我渴慕我可以多难更有这个罪人的一个领袖，我渴慕我可以做关心我们的邻居，我渴慕我的个人的心里的宗教可以进步，我也渴慕在教会我可以多被感动，各方面的都会渴慕。
这里是他用一些 的经文，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13到15节说，要忘记什么背后，往前面努力。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大卫在诗篇永远在科目，对不对？科目往前走了。他考虑一个事情，我想我不谈，但是你可以自己读了。是不是代表一个基督徒永远不满意，因为他一直科目？他说不是这样子。 你要经验到，有的时候是在教会很满足神的爱，但是跟科目没有什么矛盾。你就是要满足，可是同时间上我可以更满足。满足不是一个绝对，满足不满足。你喝好的酒，会不会渴慕可以喝更好的酒？有的人这样子，葡萄酒就是花了一杯，开始10块美金、100块美金、1000块美金，最后停下来。你也可以继续往上去了，若你想做的，但是没有什么矛盾。你满足一杯，但是还是追求。他也基督徒在圣经里面就是被这样子形容，在奋斗，在努力，在跑步，就是要往前走了。可是他看了一些 的信仰有问题的人，他们心里反而没有什么科目，心里想我已经完全，我已经得到。可能他们科目，但是他们科目不是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科目是可以有，若是一个传道，多的人听我，教会可以多的人，我的影响力可以 越来越多，我可以得更大的荣耀从人。这个会可能有这种的科目，他们会误会这个是圣洁的科目。科目是在地下，你就是科目，你可以活出来神所喜悦的一个生命。我们的要有点可以注意，这是一个事实。一个圣徒会科目越来越圣洁，在神的面前。可以说加马为善的人，可以他们科目，他们的影响力或更深厚的经验。我就是永远不满足我的经验，我要更深厚的有一种的经验在教会里面，深厚的感动。我流泪不是因为我是圣洁，我就是爱这个的一个领袖。圣徒会科目这个的圣洁，这个也会帮助我们在每一个范围都进步，因为就是有这种的科目的心。好，以后他到第十二个记号，第十二个记号几乎是四分之一的这本书，花了最多的时间。他就是说一个，今天我谈了5分钟，以后下个月会把它谈的比较多。好吧，我们读第十二个记号，请。他最后就是来到，你可能记得第一个记号是最内心的，有一种的属灵深深的一种的他会信出来是爱圣洁的，在你的心里面以后看不到这个爱圣洁，看不到。一次十二个记号越来越往外面走了，直到他第十二个记号是强调一个基督徒会有一个新出来，一个好的一个生命，有人看到是为荣耀，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圣父。在我们的行为，他说，他强调的这是一个
重生得救的结果是一个基督徒，他大概三个，这个是他最严格的教导。因为圣经就是说一个好的树木会从他的果子认得他，这个不可怀疑。他说圣经里面强调行为超过一切别的记号多十倍，都在说从这个的行为你认得他。他说的是不是这个行为叫我们得救，这个的行为是十一个记号的记号 The sign of signs。 因为人就是会骗自己的，他可以听的这个的前面三个记号是说、哦、我就是这样子，每个范围都很柔软、哦、我的情感都很和谐、哦、我很渴慕圣洁。好，但是爱德华兹说我你最好看圣经是说你不就是要判断，坐在这里判断应该看你的生命是如何，才判断你的情感是如何。这作为一个明显的例子，有没有爱钱，你可以在心里想我不爱钱，我就是愿意用我的钱安置神的旨意、啊、最好是看到一个人是需要从你借钱，很合理的理由，或是你有机会奉献钱，你才知道了有没有做，你看有没有爱钱。同一个事是要依靠，你依靠神，我很深厚依靠神，就是深厚依靠神，还不好有很危险的一个需要做的事，或你有很困难中，你有没有在依靠神？你从那个人的心出来 的生命，你看到你自己的心，看到最清楚的。这里是他会分有一些情感最后没有带出来行为，因为根本那个时刻没有什么行为，爱主你就是在教会唱歌，你感觉很深厚爱主 很美，就是应该这样子做。但是这个圣经没有说是最可以考验人的心，你要考验认识你的心，你要看到在这个的爱主和你别的东西有一些冲突，你必须做一个决定，你做什么决定你才知道了。若我是有爱主，可是我的父母请我做一个主不喜悦的事，你才知道你的爱主或爱父母更多。了解意思吗？ 你看你怎么做。所以一些别的情况底下，你的情感会带出来行为，这个是最好的方法认得你的心。这个是他的、看重这个的行为。那 他这样子讲的一个基督徒的行为会如何，他给你三个他认为圣经的教导。第一个是你会遵守一切的上帝的生命，一切的上帝的命令诫命，谢谢你。一个人是什么都做好，就是还是个小偷，好像不是什么都做好。了解意思吗？他在九个命令 十个命令里，九个是很认真做，但是第十个是就、犯罪没有什么的要改了。你可以说、那个不是好的行为在神的面前。十个命令圣经世界可能是一个你比较弱，两个你比较弱，这是一个事实，他不再否认个性背景教导。但是一个基督徒爱圣洁，就是在最软弱的地方在奋斗， 会渴慕。这里的是意思是跟前面有关系，柔软在每一个地方，和谐的渴慕都会影响全部的你的生命，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最能够表现出来，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是你的行为是在每一方面的都有
一个荣耀神的。第二个事情是这个是你的生，那个是你的生命的工作 ，the business of your life，the business of your life。你问一个基督徒，你这个生命在做什么？不是在，我就是在最善后生，我在养一个家庭，要看我的孙子退休要玩。他就是想，我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有一个好的，一个做好的一个基督徒，为了可以过了一个圣洁的生命，他会渴慕，可以得到永恒，看到主有这个的，有好的一个结果。你到底在做什么？在这个生命里，他说一个基督徒，我想每个基督徒会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也不是做。这是有危险的，传道为主，对不对？这是为主传道，不是，我是为主活着的，我是在做一个基督徒，这是我的生命的最重要点的。我花我的时间，我的精神在这里，我最关心的事。第三个是一个基督徒重生的就会继续直到死，跟这个你自己的世界跟这个肉体跟撒旦跟这个败坏的就是奋斗，要活出来神所需要的一个生命，以后会听主说是你做得好。那这里是我们的可能你们没有听过 的教导，就是我们的思考。爱德华兹那个时代是觉得你应该看你的最弱的地方，以后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看你的最强的地方，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了解这个概念，是最弱的地方，可能是一直很弱，就像你我知道我一直很弱的人，我没有什么夸口在神的面前，也是看到你的。所以弱的地方你还是恨你自己，这也是好的一个记号。看或是在一些别的地方你都在教会要夸口你多么圣洁多么的完美，但一些的弱的地方都没有关心它，把它放在这个的旁边。这里是一个爱德华兹会提醒我们，圣经没有 说这个是荣耀神，我们的要得胜，要在每个地方都得胜。这个教导有后面他会说是律法主义吗？他说不是律法主义，是他神的灵做伟大的工作，有超自然有大能在基督徒的生命一直在帮助我们往前走了。我们都是神的灵的一个记号，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事情是在这个的世界是别的人看不到，我们就是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的心。他最后做一个结果是若每一个基督徒这样子没有关心从人得了荣耀，没有关心我们的影响力，所以关心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可以活出来一个圣洁的生命，从很深厚在你的心，所以要面对一切我们的不圣洁的事，也是爱一切的神所爱的事。那个时候他做最后一句话，人会看到我们的好行为，能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他认为是耶稣基督的意思。 OK， 好，第十二个记号我有更多，但是我就是做一些归纳。好，我们来先分组是不是？后来回来或先，我把时间给你，给这个主席。分组你可以谈这个的，你自己听了怎么样子？一个柔软的心，有没有听过了？你有什么的？我没有给你一个题目，就是下面的回应，问你自己的情况或你自己所经验到的。好，我把时间给你。